新生代人气小生屈楚萧在梦品台上翻牌子，回应了自己当初选择单身的原因，引起了众多网友粉丝的关注与讨论。事情真相原来是屈楚萧曾在专访中被问到在自己的兄弟张明恩、高志廷、吴浩辰、张永浩中选一个，当自己的女朋友会选择谁。据悉屈楚萧与其中三人一直有着中戏 F4 的称号，五个人更是并肩中戏五虎，而屈楚萧竟然果断地选择了单身。除此之外，屈楚萧采访中的各种表现，例如用男的、本科毕业、喜欢女的三个词介绍自己等等，让广大网友毫不犹豫地认证其为娱乐圈又一代钢铁直男，纷纷评论道，简直是宝藏男孩了，屈楚萧怎么这么好笑，其实张明恩挺好看的，为什么不选，哈哈哈哈，连我们也不选吗，还是期待刘达吧。据悉屈楚萧主演的电影20岁即将上映，流浪地球也已经定到春节，期待他的精彩表现。